闲聊第二系列开始啦！哎，等等等等等，我又说错话了，没有啦，今天只是来一个通告，因为那个 MoQ 我们已经拍完了，对，然后现在我会把我的 Minecraft 更新到1.5.1吧，没记错吧？然后就是你们有什么就是好玩的解谜题，好哦，是解谜哦，我不要生存的解谜地图可以传给我。然后通告二是关于那个预言的真相，因为电脑的关系啊，所以打 boss 的时候，整架电脑就是整个卡住了，所以没办法继续。我在这里先说一声对不起啊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给的解谜哦，不要太多，就是太多机关，就是会弄到那个画面整个卡住这样。对，因为我电脑现在还是烂的，所以我怕我电脑会承受不了，然后就拍不到这样。好咯，今天就说到这里了。对，然后有什么好玩的地图可以 email 给我，就是邮件给我啊，不然的话可以到专业那边就发帖，然后我会看到的哦。然后今天就到此咯，如果喜欢我的话就继续订阅我，然后按个赞，然后就这样啦。诶，对了，有人叫我卖萌笑，我想想看，救命！